试器，是用测量低频段电器设备的电磁辐射。使用前先装入 9V 电池一颗，按电源键开机，将传感器对准待测物，数据即显示在荧幕上，可按单位键切换单位，按 range 可切换测量范围，按 dh 可锁定目前数值，按 pH 锁定最大值，测量大于目前值才会更新显示数值。